年节的音乐搭配喜庆的布置，慈济北海之会岁末祝福，民众热情参与，现场充满浓浓新年氛围，十分热闹。看到师傅写这个字，我就很喜欢了，新年气氛的很喜欢。志工在会场外导览介绍慈济，岁末祝福不讲究排场，要让民众有回家的感觉。我来到这边，我看到这个，然后我用相机拍起来，我要分析给我的孩子看，我要教他做人一定要有孝，先有父母才有你们，孝是很重要的，百善孝为先。北海慈济幼儿园小朋友演绎母亲怀胎十月的辛劳，传递孝道。我们要感恩我们的父母，真的是尤其是妈妈怀胎十月那么辛苦的把我们生下来，所以这个恩真的是难报，很难报，报不了啊。除了宣扬孝道，志工也推广书信，希望大家以实际行动帮地球降温，就是能够帮助地球来缓解这个全球暖化的现象，就想要说做出一些变化，想要从一个礼拜吃一天素开始，发现想自己每天早上吃一餐的素，因为是要环球地球还有我自己的健康，改变饮食习惯，减轻自己和地球的负担，新的一年及时行孝，社会更祥和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